其实，宋大娘子带着一双儿女走远了一些。你方便告诉我陈娘子到底怎么回事吗？江婉大抵能够猜到他的想法，说宋娘子有个三长两短，无论如何，陈策对她总归是有些隔阂的。宋九原本人心底也会有愧疚，看他特别想知道，江婉附身过去，小声说：“她怀孕了。” 温柔的气息轻轻的喷洒在宋九月脸上，她甚至还闻到了一股清甜的香味。现在不是胡思乱想的时候，她用力捏了捏自己掌心，这才回过神来。这一路不安生，陈娘子怀着身孕，孩子不一定能平安降生。莫说是根本就吃不饱，就这高强度的赶路，陈娘子的身体不一定受得住、啊。嗯，她怀孕两个多月了，可能先前没注意。江晚。 你会医术，对啊，我会。我和陈策有些渊源，所以你能否帮我多照料照料他们？所以呢，我可不是从前的江晚，你一句好话我就能替你卖命。你有什么条件？等我们到了蛮荒之地，便和离吧。和离<理>？没错，我没别的要求，就这一个要求，不然免谈。 等他安全地把宋九渊护到了蛮荒之地，他也算是完成了原主欠他的恩情了。届时他当然是天高任鸟飞啊，而他跟宋九渊的夫妻关系是官府报备的，他可不想离开了还得背着他娘子的身份。好，我答应你。明明从前最想跟他撇开关系的人就是他了，这会儿却不知道是为什么，心里的情绪就莫名有些复杂。他应该高兴才是啊。 之前给你造成了些困扰，算我欠你的，所以我会护送你到蛮荒。江婉索性也和他说开了，这样总算明白这段时间江婉为什么会尽心尽力的照顾他还有他的家人了。原来是为了之后跟他彻底撇清关系啊！他看看自己还没好全的双腿，心里是无比的酸涩。也好，他一个废人也不用拖累他。等宋大娘子带着儿女回来的时候，就发现气氛不太对。 渊儿，你是不是欺负婉婉了？没有，我们只是友好的交流了一些问题。没有就好。渊儿的脾气不太好，他若是欺负你，你尽管告诉娘，娘帮你教训他。当真没有。江婉跟宋九渊短暂性的达成协议，于是等陈策来找他的时候，他就毫不犹豫的跟了过去。苏小娘子，我，想请你帮个忙。你说。我知道你懂医术。 你能否告诉我，哪些草药能够滑胎？这是你和陈娘子商量的结果。娘子不愿意，我自是舍不得的。日夜兼程，已经让她疲惫不堪。我听说蛮荒之地那边的路更不好走，我怕娘子性命不保。我会帮你留意，但我建议你最好还是和陈娘子商量好再来找我。她既然已经知道了这孩子的存在。 是断不会主动放弃孩子的。那你瞒着他，悄悄喂他吃滑胎药？倘若他以后知道真相，绝对不会原谅你。换一句话来说，你们俩这辈子中间都会有隔阂。你考虑好再说吧。这药也不是这么好采的。他抬脚走开，又继续赶路，时不时就采点草药，然后趁大家不注意的时候，把野菜跟草药一并收一些放到空间里，这样空间就能自己长好多了。 这一路走得并不快，所以到了晚上，神邦只能是带着他们找了一家客栈休息。排队领晚饭的时候，又一队人从客栈外走了进来，眼底划过了一抹诧异，因为他怎么也没想到，女主花晓居然没有就地落户，而是也来了客栈。你也在这里啊？领头的是先前找江婉道谢的公子。你还记得我吗？我是林庭玉，先前是你救了我们。 林庭玉似乎家世很不错，身后跟了一些专门保护他的人，也换上了华丽的衣袍。嗯，顺带手的事情，对他态度冷冷淡淡的。林庭玉有时失落。花小看得明明白白的呀，庭玉哥，你别伤心，你已经道过谢了，心意到了即可。江婉正在吃东西，花小这茶言茶语就落入他耳中了，他的嘴角微微一抽，他好像是有些明白了。 花小为什么没有就地落户了？大概就是没有遇到男主六皇子，这会儿瞧上林庭玉了吧？看来他这一波操作还是影响了剧情的，挺好的。林庭玉皱眉，不太想搭理花小，但是良好的教养让他耐心地说：“救命之恩，又岂是一句感谢的话就能抵消的？若不是他，咱们指不定会变成那矿里的矮矮白骨。说起来。” 花姑娘，你还从未感谢过恩人呢。我，我心里感激恩人的，就是还没想好怎么感谢他。花小无比郁闷。就算那个女人不来救他，凭着自己的现代知识，也一定能够逃脱出来的，只是时间问题嘛。对，就是这样。所以对于江晚，他是没什么感觉的。但这是林廷玉说的呀，他又不能给他留下不好的印象，于是踌躇了几分。 花小还是小心翼翼地走过来，江姑娘，非常感谢您之前的救命之恩。她已经成婚了。宋九渊冷冷的提醒，叫成婚的妇人姑娘是非常不礼貌的表现。宋娘子，道谢的话不用多说，我心领。江晚也不想跟他过多的纠缠，也不知道他有没有该死的女主光环，江晚就觉得自己还是需要再观察观察。宋娘子，救命之恩无以为报。 小小心仪，还望笑纳。身后的随从端着一个托盘，托盘上是他在客栈里点的五菜一汤、四荤一素。看来他很清楚江婉他们如今的身份，做事低调。谢谢。林天玉苍白如玉的脸上勾勒出了一抹微笑。他相貌绝美，至少江婉对他印象就不错。比起宋九渊时不时冷着个脸，其实江婉还是更吃这一款的。 宋九渊心里是莫名的烦躁，忍不住出声：“快些吃吧，吃完早些休息，明日还要赶路。”那就不打扰诸位了。林庭玉温和的笑了笑，带着随从就离开了。花小忙不迭的小跑着跟过去。宋九黎忍不住感叹：“这位公子倒是个不错的人。”知人知面，不知心。宋九渊嘴毒的回了一句：“大哥，我好像没惹你吧？” 这口气好凶！宋九渊睨了他一眼，没说话。他面对那个人的时候，哼，笑得可真开心呢、啊。啊、原来是因为沈倩被折磨的太狠了，又被揍过好几次，还跟宋二娘子干过架，大抵是伤到内脏了，就这么趴在桌上没了声息。怎么回事？ 我我我我们也不知道啊，他他他刚回来就不说话，就趴在桌子上休息，我们还以为他是累着了，也没搭理他。哪知道他，方才沈谦被几个官差给叫出去过，回来的时候面色很不好，但他们都很讨厌沈谦，谁都没搭理他，自然也没有注意到沈谦的异常。神邦皱了皱眉，直接放在了沈谦鼻尖探过鼻息，果然是没呼吸了。 他从袖子里掏出一个小本本，记录下沈谦身亡，处理了吧？他们的身份不过就是就地扔进荒郊野岭，连入土为安都做不到。其实沈谦挺可怜的。宋九黎叹息一声：“当然，我不是说他做那些事情是对的，你们说的对，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你心里知道就好。我的姑娘啊，先管好自己吧。 吃完饭，神帮打听到不远处有一个集市，明日一早会派人过去采购物资。然而这次不一样，大家身上的银钱都已经被搜刮的没剩多少了，所以需要带的东西不多。陈策张了张嘴，大抵是因为没有银钱，到底还是忍住了。江婉想起了空间里需要种子，顿时有些异动。于是次日，小邓还有两张出发的时候，江婉也悄悄地摸了起来。江婉。 僵硬地转过身子，就对上了宋九渊看透一切的眼神。你放心，我不会跑的，就是去集市买些物资。我知道，这个你拿去当了吧。宋九渊摊开掌心，他掌心躺着一枚玉佩。但是姜婉之觉这个玩意儿不会太差了，毕竟是大反派的东西嘛。不用，我身上还有些银子，你拿去吧。眼看着天就要冷起来了，买些防寒的东西吧。 他把玉佩塞给了江婉，江婉只能接过来，触手温凉，是一块极好的玉佩。这是暖玉，嗯，应该能换些银子。说完，他便合上眼眸。江婉有些无语，转身就出了客栈。小邓还有老张赶着牛车，江婉运用异能悄悄跟上。路上，他忍不住的摸了摸这暖玉，但是这个好东西啊，他可舍不得当掉。而且这对于宋九渊来说，指不定是有特殊意义的呢。运用异能跟上去 很快，就到了神帮他们嘴里说的集市。他们来得很早，有一些铺子还没有开门，这就更方便江婉了。他索性直接去了药堂，这还是陈策给他的灵感呢。收一些药材，以备不时之需。他还想配一些防身的东西。小手一动，药材就被收入空间了。江婉放了一张银票在药堂，总归不会让对方亏本的。如此，他又这般收了一家种子铺子。 想到空间里的大草地，江婉就觉得嘴馋，又忍不住的光顾了一家树苗铺子。他要种一些果树，这样就可以随时能有吃的啦。空间里的熟食也是消耗了一些，江婉就依葫芦画瓢，扫荡了一圈集市。除此之外，他还收了冬日里的棉衣、棉裤，还有棉被等等的。运用异能，飞快的赶往客栈。而此时，客栈都已经快要炸开了锅了。啊、官爷。 官爷，江婉他一定是跑了。没错，这么久了还没见着他人，不是跑了是什么？两位大娘，宋娘子许是去小姐，也许你们误会了。悄悄瞥了眼林廷玉，那宋娘子再好又如何？不过只是一个犯人，而我不一样。若林廷玉能和我交好，也能获得不少好处。所以，若是能够利用宋娘子，让林廷玉和他的关系更近一些的话，花小觉得还不错。小姐是吧？ 川儿啊，你去茅房看看。好。官爷，厨房、茅房我都去过了，愣着没看见我那好大嫂。这次看你还怎么偏心江满？我娘子是女子，你还能进茅房查看不成？你不方便，我方便。我现在就去。弟妹，你是当真和我们过不去是不是？婉婉不会跑的。你跑不跑，看了才知道呀。 他有些护着江婉，可是江婉又是一直不出现的话，他要是不处理，怕是会引起众怒的。这样吧，我不是你们的人，也能公平一些，我帮你们去看看，可好？他语气温软，性子温柔，很容易让人心生好感。宋晨只觉得心微微跳了起来。你们要看什么呀？方才在门口遇见一个老乡，我找他换了几件衣服。你们在说什么呢？大嫂，他们污蔑你跑了。哼。<laughs> 你们怕是对我有什么误解？整个京都的人都知道我对相公用情至深。宋九渊在的地方，我江晚一定在。若是想跑，我还用等到现在？这女人，竟说什么大实话！如此深情的话，江晚说的是脸不红心不跳。不远处的林廷玉，不知道为什么，他心里涌现出了一股子失落。花小则是暗暗的松了一口气。 但今晚江晚这么说，想必他应该就会死心了吧？哼，没错，我看你们就是吃饱了撑的，闲的没事儿干，尽耽误官爷时间。我、我、我们又不是故意的。没事找事，是该罚，一人十鞭子，以儆效尤。好嘞，老大。宋九离还有宋九池这俩货，幸灾乐祸，还特意出去看好戏呢。 宋娘子，我真的很感激你先前救了我们，所以才想提醒你一番。先前你那样做是不对的，若是再回来晚一些，会平白连累家里人。你谁啊？江婉睨他一眼，花小被他看得心里发虚。宋娘子，我我没其他意思，就是好心的提醒你一句。聒噪<造>！宋九渊的嗓音很冷漠，甚至都没正眼瞧花小。 我们自家人都没生气，你装什么好人？是吧，哥？是你爹没教过你不要多管闲事吗？小小，你不要乱说话。爹，我是为了他好。花爹也很无奈，拉着花小就往一侧走。那是人家的事儿，不要你管。花小小跑至林廷玉的面前，面上带着小委屈。廷玉哥哥。 我不过是好心提醒宋娘子几句，她好像很不高兴。本以为林庭玉是会向着自己的，谁料他眉心蹙到一块，温和的嗓音却说着冰凉的话。宋娘子怎么做是她的事情，你不该多嘴。我瞧着他那一脸吃瘪的样子，江婉没忍住笑出声了。李儿，京都有位老大爷，高龄八十，别人问他长寿的秘诀，你可知他是怎么回答的？怎么回答的？哼 <laughs>。 他说：“他从不多管闲事。<laughs> ”宋九离是没忍住的笑出声了。宋大娘子也是满脸笑意，就连宋九池跟宋九渊都是嘴角微微上扬。隔着不远距离的花小被江晚这话气得脸涨红，一双漂亮眸子氤氲着水汽。小小，你别难过，爹知道你是好心，可那是人家的家事啊。花小心中不忿，碍于形象，到底是什么也没说。 小邓跟老张买回来的粮食跟干粮，神帮索性直接分发给大家。往后呢，就各做各的。众人排队去领粮食。宋大娘子让江婉还有宋九离休息，宋九池子是去排队领一家人的粗粮。江婉无意中就发现陈策跟陈娘子正在小声的争执什么，不用猜，他都知道是因为啥。很快，陈策就跑去领粮食了，而陈娘子赌气找了一个地方坐着抹眼泪。 江婉就抬脚朝着陈娘子走了过去。“娘，你别哭好不好？”文浩，你乖啊，让娘静一会儿好不好？可是文浩担心娘。陈文浩瘪着小嘴：“文浩，姨姨和你娘说说话，你去你爹那边好不好？”好。宋娘子可是要劝我放弃孩子？不是，先前陈策找过我，托我找些草药，我没答应。他，他也是为了我好。 从前生完后以后啊，我这肚子就一直没动静，哪里知道一朝流放，这孩子说来就来了。虽说是来的不是时候，可是我也舍不得。路不好走，等你月份大些，怕是会有危险。嗯，我知道。昨晚相公劝我的时候，我差点就答应了。可是宋娘子，你知道吗？我昨天晚上感觉到孩子踢我，这孩子是在求我，求我不要放弃他呀。留不留在你自己。 但你首先要保重好自己的身体，情绪切莫太激动，这对你们都不好。我知道，谢谢你啊，宋娘子。两个人又轻声细语的聊了聊，顺便说了一些注意事项。江晚就回到了宋九渊的身边，他就把两人争执的原因小声告知他们。那可是一条生命啊！陈策怎么能这么狠心？李二，咱们如今不是去游玩，是去流放。 据说蛮荒之地寸草不生，接下来受的苦那么多，陈策这么想也是无可厚非。宋九渊闭了闭眼眸，最终只吐出两个字来：“怪我。”接下来赶路，他都是沉默着没说话，而林庭玉一行人似乎和他们是同路，不远不近的就在后面跟着。一路上，江婉就眼尖的发现，花小一直围着林庭玉打转。 哎呀，看来这六皇子的小娇妻也被截胡了哟！敌人倒霉，江婉就高兴，顺带着看林庭玉又顺眼了几分。因为去集市扫荡了一圈，加上分发了粮食，今天江婉很大方。当然，大家的伙食都还不错。江婉找了一个机会去了树林，然后拖出了先前存放在空间里的死狼。幸好空间有保鲜的作用，拖出来就跟新鲜的是一样的，别人应当是不会怀疑的。 可是当众人瞧见这娇滴滴的小姑娘拖着一头狼出现的时候，还是忍不住小小的震惊了一把。尤其是花小，眼珠子瞪圆，显然是被吓了一大跳。古代的女子都这般厉害的吗？那可是狼啊！任大哥，今天运气好，搞了一头狼。这一路官爷们都辛苦了，分你们一半。毕竟要不是人帮愿意护着他，他也不能够过得这么舒服呀。嘿嘿。 我代表大家谢谢江姐姐。小邓咧着嘴笑，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这头狼就是先前打的。神帮他们自然也不会多想，谁都不会想到这狼还能保存这么久。唯独宋九渊眼尖啊，他瞧着这狼吧，总觉得有些眼熟。咱们今天炖狼肉吃。江晚兴致勃勃的就把狼肉交给宋九渊处理。大嫂，你真厉害。 宋九黎馋的流口水啊！哎，流放还能吃上肉的，也就他们独一份了。少捧我，多做事。很快，热气腾腾的锅子里就散发出了香味儿。狼肉比较老，得多煮一段时间。宋娘子，我能买些狼肉吗？你身子孱弱，这狼肉不适合你。无妨，我不吃，只是几个手下馋肉。 廷玉哥哥真是体恤下属，花小管不住自己的嘴啊，满脸崇拜的看着林廷玉。这是林廷玉第一次后悔自己心软带上他们，就莫名的觉得花小很是碍眼。这些够不够？够了。他递给江婉一张白两的银票。这个时候江婉才意识到，他也许是在变相的报恩。不用这么多，余下的算送娘子的辛苦费。 别人对他态度越好，江婉反而就越不好意思。收着吧，不然林公子怕是难以心安。行，若我还能猎到野物，届时分你一些。好，婉婉，快趁热吃吧。好，江婉把银票收好，还没明白宋九渊怎么突然叫的这么肉麻呀、啊。林天玉的小厮把狼肉拿走，一行人识趣的就在不远处坐下休息。大嫂，味道不错，你快尝尝。 江婉端着碗，刚准备开吃呢，一阵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他忍不住的眉间一蹙：“别跑，给我站住！”一群黑衣人似乎在追赶两个男子，那两个男子是不管不顾的狂奔而来。站住！神帮大喝一声，孰料那两个男子就跟没听见似的，冲撞了不少人。哥、呃，有人手里的碗被撞在地上了，有的人被不小心推倒在地。 宋九渊立即说道：“小心、啊，快跑！”江婉也意识到不好，宋九渊可是大反派啊！这一路走的太平顺了，他直觉这些人是冲着宋九渊来的。九池，快背着你大哥跑！江婉还生气，辛辛苦苦弄的吃食一口没吃，他想揍人。宋九池麻利的把宋九渊给背上，眼看着七八个黑衣人追了过来，现场是一团乱。 他们的目标是我。”宋九渊悠悠地开口，“九池，将我放下，你们换个方向跑。”他眯着眼眸，已经意识到这是一场针对他的刺杀了。不行！宋九池咬牙坚持着。宋大娘子跟宋九黎跟不上。香婉本来是想护着他们的，结果发现那些黑衣人根本就不在意他们，他们的目的就是宋九渊。 至于其他人，全部都被他们无视了。啊、宋九池忽然就踩到了一块大石头，跌到了上面。宋九渊则是因为惯性就被甩到了前方。黑衣人手里拿着明晃晃的大刀，江婉根本就来不及多想，直接扛上宋九渊就继续往前，不管不顾地跑。江婉，你快放下我！宋九渊没有料到，在如此紧急的情况之下，他居然还有时间羞愤。 但是被女人这么扛着，还还真的是头一回。闭嘴吧你！江婉很气愤，辛辛苦苦的护送了宋九渊一路，他怎么可能丢下他？而且他觉得吧，大反派没有这么容易领盒饭的，不然怎么能叫大反派啊？后面的黑衣人是穷追不舍，估计所有的黑衣人都追过来了。江婉脚下生风，跑得飞快。你。 宋九渊表示震惊，心想：“这女人还是人吗？扛着我一个大男人，居然还能跑得这么快！”宋九渊，咱们可是大反派，不会那么容易死。江婉回头瞥了眼穷追不舍的黑衣人，有些气恼：“妈的，像苍蝇一样烦死个人呢！”结果等他一回头，发现前面居然是悬崖。然而他运用了异能，想减速已经来不及了。于是乎。 江婉背着宋九渊，直接从悬崖上往下掉。江婉这心里简直是逼了狗啊！等他反应过来想进入空间的时候，宋九渊已经先他掉下去了。哎呀，逃跑因为自己疏忽掉下悬崖的，大概他是第一个吧。江婉郁闷了几秒，貌似这个悬崖不高，下面是水，幸好他会游泳，扑通一下就掉在水里，从水里冒出脑袋。 眼睛就四处寻找宋九渊的身影、啊。宋九渊，他可是大反派，应该没这么容易摔死吧？江婉像是一条灵活的鱼一样在水里游动着，心里有一点点小小的愧疚。如果不是我，江婉<晚>虚弱的声音传来。江婉飞快地朝那个声音发出的地方游过去。果然是宋九渊，只是他的下半身用不上力气。 这会儿只能是勉强用手努力地刨着，那模样有些狼狈，貌似嘴里还灌了几口水，脸色苍白的可怕。香兰也没空想太多，拽着人就往这岸边游。江<叫>，宋九渊显然已经脱力，整个人就往水里沉下去。香兰很着急，宋九渊，你醒醒！他一边喊，一边极力地拽着宋九渊就往岸边游。好在岸边并不是很远。 但是宋九渊已经痛苦地闭上眼眸，江婉瞥了一眼，只能是心一横，面对面地捧着他的脸。算了，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江婉动作粗鲁的就碰上他的唇，根本就来不及体会什么所谓的初吻，他就极力地给他渡了几口气，似乎还是没动静。不是吧？还要来一次？江婉欲哭无泪啊！前世都还没谈过恋爱的他。 连小手都没跟男人拉过呢，可可是总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宋九渊死啊！江婉一副视死如归的表情，竭力给他做着心脏复苏，还有人工呼吸，捏着他的鼻子还有唇。江婉闭着眼眸就给他渡气，忽然他察觉到有一丝不对劲儿，他猛地睁开眼眸，就对上了宋九渊悠悠的眼神。 吓得江婉说的就松开他，一屁股坐在了地上。他慌乱的解释说：“我我方才是在救你，你千万不要误会啊！”谢谢、啊。宋 <laughs> 九渊一句话说完，嘴里就喷出了不少积压在肺里的水。实际上吧，他的脑子想的却不是如此。方才江婉那么伤心，还亲了他，一定是以为他死了。 所以在伤心之下，才会做出这么出格的举动吧。回忆起方才那个绵软的吻，宋九渊只觉得心跳都快了半拍，脑海里像是有一朵绚丽的烟花瞬间炸裂开。既然你已经醒来了，应该没事儿。江晚不自在的别开脸，慌乱的说：“我先前面看看，你别乱跑啊！”他几乎是落荒而逃，身上都是湿漉漉的，难受。江晚还在担心那些暗杀宋九渊的人会找过来呢。 他跑得很快，想找一个休息的地方，就瞧见了石壁后不远处的山谷。山谷里传来江婉熟悉的香味，他钻过了一丛很高的茅草，露出了一片非常大的野生药田。天哪，小精灵，我这该不会是在做梦吧？江婉狠狠的就掐了一把自己大腿，呼呼会疼，说明这就不是做梦。先前吧，他还觉得药房卷的药材不够呢，这不<直播>，哼。哼 瞌睡来了，有人就给他送枕头了。哇，主人，好多草药！小精灵也是兴奋的在江婉脑海里跳跃，弄得江婉是心惊胆颤的，心怦怦直跳。你先别激动，告诉我这药田能收走不？江婉心跳比较快，她随手就摘了一朵灵芝。天哪噜，好大一朵呀、啊！好高年份的灵芝哎！她甚至还瞧见不远处有人参。 除此之外，还有白竹、黄芪、甘草等等，可以的，主人。小精灵声音可欢快了。行动起来，记着没种留些，咱们不能赶尽杀绝，总得给后人留些希望。得到江婉的同意了，小精灵瞬间就把面前的药田给耗进了空间。真好呀！他又走了几步，发现不远处正好有一个山洞，刚好可以带着宋九渊进去休息。江婉快速折回。 宋九渊，我在前面发现一个山洞，咱们过去歇歇脚。嗯，我背你。江婉因为收了一大片的药田，所以心情非常不错。要不你先去找九池他们吧，再让人下来救我。我要是走了，那些暗杀你的人追过来了怎么办？江婉没好气的白他一眼，索性起身，弯腰就把人给拦腰抱起了。宋九渊震惊了，你还是背我吧。再度被江婉这么抱着。 宋九渊这白皙的脸是爆红，羞耻感爆棚啊！但是江婉也懒得折腾，马上就快到了，就不换手了吧。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说的就是我吧！江婉脚步飞快，带着宋九渊钻进了山谷。山谷里飘散着一股子香味儿。宋九渊偏头就瞧见了一片药田，不过这是江婉薅过羊毛以后的药田了。此时，稀疏的散布着各种药材。 好多药材、啊，我方才就瞧见了。你先去山洞里休息着，离开前我会采些能用的药材。好。宋九渊明白自己是个拖累，倒是也没有多说。他要去外头弄了一些柴火，升起了火堆。两个人是行李都没带，自然不可能换衣服的，只能蹲在火堆旁将湿衣服烤干。也是到了这个时候，宋九渊才发现江晚身上的衣服紧贴着身子。 身上的曲线若隐若现的，他连忙别开脸，不敢乱看。裤腿掀起，露出江婉那一小截皓白的小腿，白的发光。江婉，你在别人面前也这么大大咧咧吗？他的语气里不自觉的带了一些郁闷。啊？江婉没听明白，认认真真的烤着衣服，疑惑的挑了挑眉梢。你说什么？没，没什么。 只是这心却是不由自主的跳了跳。当然，江婉并不知道这些，他认认真真的烤干自己的衣服，让宋九渊自己烤着，起身就去了山洞外头的山谷里。除去这块药田，其实山谷里还是有不少野物的。江婉一时手痒，从空间里拿出了一把不知道是哪里收的弓箭，嗖的一下，野鸡、野兔、野狍子，通通都被江婉给射中了。 他小手一挥，全部都收到空间里了。怕宋九渊怀疑，有一只野鸡，他是用石子给弹晕的。江婉顺手薅了一些草药，回去之前又小心翼翼地去山谷外头瞥了一眼，没发现那些人的身影了，这才放心地回了山洞。山洞里，宋九渊也烤干了自己的衣服。那些人暂时还没找到这边，咱们先吃点东西。江婉将,将野鸡还有水囊递给他。 幸好水囊是一直挂在身上的，不然喝水都不方便。怕水囊里兑的是空间水，宋九渊喝了几口，就感觉一股股暖流顺着喉咙就钻到了身体里，方才还有些发凉的身体瞬间就暖和了不少。他沉吟道：“他们随时会找到这边，我们还是得注意。”你放心，岸边咱们的痕迹我已经抹掉了，没这么快找过来。那就好。 细心地把野鸡给处理好，江婉就负责烤。火光下，她那白嫩的脸上泛着红色。江婉，你一个闺阁女子，怎么会这些、啊？其实他心里的疑问还有很多，这只是试探性的问了一句。我先前不是解释过吗？你在京都的时候是能日日见着我，可我娘早逝，从前我爹都将我关在院子里。尚书府后面不远处有座山，有一次我偷跑出去迷了路。 在山里待了好几日，为了活下来，有什么是学不会的？原主记忆里吧是有这么一段的，不过不像他说的那么轻描淡写。原主迷路可是差点死在山里呢。他们对你很不好吗？宋九渊的语气带了迟疑，猛然发现从前对江婉的印象确实是很片面。他只知道每每回京的时候，他总就跟那狗皮膏药似的缠着他，不知羞耻一般的当众表白。 有了后娘就有后爹，他们当然对我不好。江婉淡淡的扫了他一眼，将烤好的鸡肉撕了一半递给他。呐，妹妹喜欢的东西，我若是有，那便是不爱幼妹；妹妹的东西，我若是喜欢，那便是自私小心眼儿。闹是不能闹的，闹起来不是挨饿就是毒打。他垂着眼眸，明明是原主的记忆，可是提起的时候，江婉居然觉得心口闷闷的。其实。 我一开始也没想那么缠着你，语气带了些难过。嗯，只是父亲从小对我诸多不满，总认为我无才无德，什么都不会。有一日父亲夸奖你是世上最优秀的男子，我便想着，若是能嫁你，父亲定能对我刮目相看。这个话也算是解释了一下原主从前为什么各种的作死。实际上吧，他说的也没有错，原主当初就是这么想的。 不过，那都是原主的父亲还有后娘的算计而已。原主是傻傻的，什么都不懂，那才叫一个悲哀呢。所以你从前说的那些话，都是假的。想到江婉从前说只爱慕他一个人，他对他一见钟情，这些话都是假的，他莫名的就有些失落。实在抱歉，从前给你造成不少困扰。不过我现在想通了，做人不能为别人活着，我要替自己活。 所以咱们到了流放之地就和离吧，我也想过一过自由的日子。听着他口口声声说着和离，宋九渊的心口闷闷的，却还是答应了他。好，我给你敷药吧。不用了，一天不敷没事。我一个姑娘家都不计较这些，你扭扭捏捏像个姑娘似的。我只是怕吓着你。认命似的闭上眼，就趴在石块上。 江婉粗鲁地掀开他的衣服，天哪！江婉又想骂这狗皇帝下手可真重啊！他身上都是斑驳的痕迹，虽然有一些已经长了新肉了，但是有一些伤口还是泛着鲜红的血。这一折腾，伤口到底裂开了。而宋九渊的小腿本来就骨折过，这会儿怕是又错位了。你别乱动，我帮你正骨。宋九渊，有没有人说你长得很好看？ 啊！疑惑之间，小腿被他猛地一用力，看来他方才那般说是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呢。你这伤口得好生将养。你也看见了，那些黑衣人的目标就是我，不取我性命，他们又如何甘心？放心，祸害一千年，你不会死的。这么疼的情况下，愣是没有吭一句，不愧是书里的大反派啊！宋九渊身上的伤口很多。 能活下来可真是命大呀，实在是揪心。好的吗？好了，你先别乱动。嗯，有人来了。幸好那些人还没有找到山谷，但是江晚不放心，运用起异能，飞快的来到出口。老大，没找着人。按照常理来说，他们掉下来的地方就是这儿啊，他们该不会被水冲走了吧？有这个可能。走，咱们去下游看看。 几个黑衣人急匆匆地循着下游离开，江婉也松了口气。忽然有人出声说：“老大，没有人，找不着人，我们怎么跟主子交代？”闭嘴，去下游。好险啊！幸好他方才没有出去，也没有出声。果然，配角也是有脑子的哈、啊。江婉轻手轻脚的就回了山洞。天色渐渐的黑了下来，这反而能够更好的遮掩他们的行踪。 你怎么还不睡？我来守夜，你好好休息。不用你守夜，我来就行。你快睡。许是太累了，又许是对江婉比较放心。山洞里很快就响起了宋九渊轻微的呼吸声。等宋九渊昏昏沉沉的醒来的时候，嘿，哎呀，我先去外面找找路，你别乱动，咱们可不能被当成逃犯处理。好。 江婉出了山洞，他本来是不想跟那些黑衣人正面对上的，但是吧，冤家路窄，他才刚到小溪边，迎面就对上了那四五个黑衣人。快，他和宋九渊一起掉下来的，抓住他就能找到宋九渊。行吧，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偏来投。幸好昨天晚上闲着无聊，他做了一些药粉，江婉没动。 这几个黑衣人都没搞明白江婉为什么不逃，不过这样更好，切一个弱女子而已嘛，抓起来轻轻松松的。在所有人都靠近的时候，江婉小手一挥，啊，药粉就飞洒在了四周。啊！这是什么贱人？他就站在那儿，随后都渐渐的失去力气，在地上，五个黑衣人无一人幸免，瞬间就没了呼吸。 哇，小精灵看呆了。主人，你那弄的什么玩意儿啊？本来以为自己绑定的是一个青铜，可是好像主人是个王者哎。嘿，我的这双手可不仅会救人。走到了几个黑衣人面前，求他们这身打扮，想必是死事。他的小手从几个人身上找了找，银子、银票全部没收。至于代表身份的东西，对方没放，直接对系统说。 把大娘子他们的位置地图传送给我啊！小精灵被方才江婉那狠劲儿给吓到了，乖乖的就把最优路线传达到了江婉的脑海里。江婉表示很满意，暗杀的人解决了，不用提心吊胆也是好事儿。还是古代好呀！看来我要多准备一些防身的东西。江婉冷静的回到山谷里的山洞，宋九渊正在无聊的扒拉着柴火呢。我摘了点果子，还准备了些草药。 吃完，咱们就找路回去。好。说完之后，江婉就背着宋九渊出了山洞。这一次，他没有扭捏。江婉顺着脑海当中的路就一直走，而彼时客栈里的氛围却不大好。万爷，求求你，求你让我去找我大哥大嫂。我也去。宋大娘子脸色发白，这会儿看上去也是很不好。 哎呦，官爷呀，我可是亲眼看见江晚背着宋九渊跑了的，他们肯定是当了逃犯。所有人都是心照不宣的明白，可偏偏老宋家人是揪着不放。是啊，官爷，他们肯定是跑了。我大哥大嫂不会跑，他大哥向来是敢做敢当，要离开也绝对是不会用这种方式的。两位弟妹明知道那些人就是针对我家渊儿的，他们要是不跑。 难道等着被人家弄死吗？现在我儿子儿媳是生是死还尚且不知道，你们就在这胡乱造谣，兔子急了还咬人呢，小心我拉你们同归于尽！宋二娘子和宋三娘子被堵的是哑口无言。官爷，我们不会跑的，让我们去昨天那里找找，好不好？昨天太混乱了，还有好几个人不见人影。我那些兄弟找了一夜，其他人倒是抓了回来。 就是没见着他们两个。哎呦，看来是真的很不好哈、啊，该不会是被杀死了吧？不会的，元儿和婉婉福大命大，肯定没事。就在这时候，在外头找了一晚上的林廷玉也是带着人灰头土脸的回来了。一侧的花小眼底都是愤怒，他劝了许久，林廷玉为了找到江晚，压根就不顾及自己的身子。对不起。 我暂时也没找着他们，待我休息一会儿，我再去找他们。谢谢你们，平玉哥哥，你还是先顾着你自己的身体吧。官爷，我相信我的儿子儿媳一定没事，求您让我的两个孩子去找找，我可以留在客栈。我也去帮忙，我娘子和文浩还麻烦大娘子照顾一下。找什么找？ 要是找这个尸体，岂不是更伤心呢？哦。神帮叹了口气，这是这么多年来他第一次这么放任被流放的人离开，希望他没有信错人。谢谢，谢谢。得了旨旨，宋九离还有宋九池三人就忙不迭的转身要走，一扭头，恰好瞥见了客栈门口的两个人，江晚背着宋九渊回来了。愣着干什么？还不快来扶你大哥！ 大哥，众人悬着的心也彻底放松了，唯有老宋家人非常的不欢喜。本来以为宋九渊跟江婉这两个扫把星死了，没有江婉在，他们想怎么拿捏就怎么拿捏宋大娘子。回来就好，大家收拾收拾，准备出发吧。元儿，婉婉，你们俩没事吧？大哥大嫂，我们都快要担心死了，到底是哪个缺德玩意儿想要害你们？都过去了。 除了那位的授意，谁还敢这么嚣张的取他性命？众人心里都是一片悲凉。曾经宋九渊替大风付出了所有，如今就连保住性命都是难事。廷玉哥哥，只见不远处的林廷玉晕过去了。那林公子是个好人，他昨夜带着人找了你们一晚上，许是之前本就伤着了身子，所以这会儿撑不住了吧？你去休息，我过去看看。娘，我也去看看。你们照顾好大哥。 宋九黎一想到花小那怨怪的眼神儿，有些不太放心，忙不迭的也跟上了江婉的步伐。而此时林庭玉的房间里是一片慌乱。我是大夫，我替他看看。听闻他是找他跟宋九渊才如此的。江婉不喜欢欠别人情。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的？花姑娘。林庭玉新买的管家小声提醒道：“公子对宋娘子很是信任，大夫还在城里。” 一时半会儿也赶不过来呀、啊，要不还是先让宋家娘子给公子瞧瞧吧，公子的身体拖不起呀、啊。他咬着唇，心里难受，自己到底是林庭玉顺路帮的一个小可怜儿，所以大家都没把他放在眼里。等他，等他成为林庭玉的娘子，他肯定不会让江婉靠近他的。江姑娘，先前掌事说，我家公子从小体弱。 本就容易生病，被那些该死的村民关了之后，身体是越发的差了。加上昨天一夜也,也都未曾休息，这才晕了过去。嗯，我知道了。花小虎视眈眈的模样，蒋婉他不是没察觉，但他没空搭理。苏白的指尖落在他的手腕上把脉，越是把脉，他的眉心就越是紧蹙。你们去给他备些吃的，要清淡些的。 另外取些酒来。廷玉哥哥都还没醒，备吃的做什么？再说他也不能喝酒啊。总觉得江婉就是一庸医，他穿越之前可是被好几个中医骗子给骗过的。江婉没理他，林管家连忙对身后的小厮说：“听宋家娘子的，快去。”“啊，好。”小厮忙不迭的离开，把花小给气得不行。 凭什么他们这么听江婉的话呀？我会给他施针。江婉借着袖子的遮掩，就拿出了空间里囤的银针。没一会儿，小三拿来酒，只能是用酒细细的给银针消毒。一切都准备妥当了，他掀开林廷玉的被子，去撩他的上衣。等等，男女授受不亲，你怎么能脱他衣服呢？万一林廷玉醒来对江婉情根深重怎么办啊？医者面前只有患者。切。 亏他还是现代来的呢，这点道理都不懂。可是，你要是看不惯就出去，别耽误我大嫂救人。切，他可不想给江婉还有林廷玉留下单独相处的机会。众人纷纷无语。灵儿，谁要是打扰我，丢出去。施针的时候是不能被打扰的。大嫂放心，我替你看着。将花小气的吐血，江婉凝气聚神。 长长的银针被他一根一根的就扎在林廷玉的身上，他几乎是颤着手落下最后一根银针的，而林廷玉的脸色也是肉眼的变得好了起来。公子的脸色红润了一些呀、啊。嗯，一刻钟以后拔针，我会给你开两个方子，一个用来煎服，一个是药浴方子，只要坚持半月，你家公子的身体便能恢复。林廷玉被关在山底下挖矿，对他身子影响挺大的。 也是他运气好，遇上江婉了，不然的话哪里还能有条命在啊？也怪不得如此精彩艳艳的人，在书里似乎是没出现过。好的，谢谢宋娘子。大夫应该也快来了，他故意提醒林管家，说是找来的大夫不认可江婉的治疗，那可就有好戏看了。说曹操，曹操到。花小的话音刚落，一道急切的声音响起：“病人在哪里？” 在这儿，那老者全大夫扎一眼就瞧见了扎的满身银针的林庭玉了。这，这是谁干的？哼，看来这江婉的手艺不怎么样嘛，似乎是被嫌弃了呢。是我干的，一事不烦二主。你们既然已经请了我师傅，为何还要让其他人在病人身上动手动脚？实在抱歉，我们公子身子不太好，事急从权呢、啊。 是啊，虽然宋娘子是不是大夫，我们没法确认，但她也是一片好心。你不是大夫，你不是个大夫，怎么能随意动手呢？针灸一门玄之又玄，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我知道，但我有把握。公子啊，你倒是醒过来呀！这事儿我没办法抉择了。时间到了，江晚忽然开口，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 我大嫂说能治好林公子，就一定能治好。你们若是不信，在一旁瞧着便是。看清楚，林庭玉身上扎满了银针，全大夫的眼珠子瞪老大，胡闹啊！师傅，可是有何不妥？我就说不能逞强。宋娘子，你自诩医术不错，可到底比不得经验丰富的老大夫。我看着接下来的事情，还是交给老大夫吧。宋娘子，公子如何了？他没事儿。 前世他用银针、金针，那救过无数的人呢。林庭玉这点小事儿，他闭着眼都能给他拔针呢。你还好意思说没事儿？这个穴位下针必须异常小心，你用这么大的银针，一个不小心是会伤及内脏的。这个穴位拔针的时候也得小心翼翼，一点差错都不能出。显然是觉得江婉是初生牛犊不怕虎。 这个穴位，我师傅都不敢轻易下针，非必要的时候不会乱用。师傅，您别生气了，先给病人瞧瞧要紧。若是真的害了病人，还得师傅您力挽狂澜。是呀，小朋友说的不错。林管家，你先让大夫给廷玉哥哥瞧瞧。花小心里暗喜，哼，最好是这个老大夫呀、啊，能够挑出江婉的不足，那才解气呢。林公子的病情我已经稳定住了。 年少轻狂，我师傅可是方圆百里最有名的神医。往后你求着我师傅，我师傅都不会再登门。师傅，您莫要生气，今日他们这般无礼，往后有他们求上门的时候。这小孩说话一套一套，确实有些气人。老大夫，您等一等，啊，啊很抱歉让你们白走一趟，诊金不能少了您的。你这是羞辱我！ 他没看过诊，却收了银子，这传出去了，同行怎么看他呀？哦哦，抱歉抱歉，没有这个意思。虽然宋娘子很自信，但人难免出差错。既然已经请了老大夫过来，多一个人给廷玉哥哥瞧瞧也是好事，你说是吧，林管家？他这话呢，说的合情合理，但是成功的顺了老大夫的毛。这小姑娘，倒是个通情达理的。 阿小还忍不住上前一步，被宋九黎拦住了。你要是乱动，出了任何问题，可和我大嫂没关系。虽然他也不知道他们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站在大嫂这边就是对的。可万一廷玉哥哥身体出了问题怎么办？这可是他穿越过来一眼就看中的男人，一定不能出事啊！我不做没把握的事情。江婉素白的指尖已经从林廷玉的身上拔了好些银针了。 全大夫虽然气恼，但是作为一个大夫，他并没有贸然行动，就只是站在一侧，准备随时替江婉收拾烂摊子。不得不说，他这个衣品还是挺好的。唐中学呢是最后拔的，江晚素白的指尖捏住银针的时候，那全大夫以及小童都是瞪大了眼眸，连眼睛都不敢眨，生怕错过最关键的时刻。然而意料之中，所谓的出事并没有发生，该醒了。 话音一落，床上的林庭玉就迷茫的睁开了眼眸。我，怎么了？你晕倒了，是我大嫂救了你。宋九黎连忙兴奋的就替江婉邀功，生怕打脸花小的力道不够。他期期艾艾的望着林庭玉，咬着唇没说话，一副委屈至极的模样。不，不可能啊！怎么会这样？我给你开了两张药方，一张煎服，一张药浴，在林管家手里。 谢谢你，宋娘子，她又救了我一次。管家，给宋娘子准备谢礼，不能让她白忙活。而且她知道，他们流放的人急需的无非就是银子跟粮食。公子放心，早就让人准备了。宋娘子还让人给你准备了白粥。不客气，你也帮了我们，算是两清。我还有事，先走一步。 生怕耽搁了继续赶路，迈步就要离开。等等，宋娘子，方才是我和小徒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您，实在抱歉。他方才站在原地回忆了一下姜婉的每一个动作，忽然豁然开朗，这才明白是自己狭隘了。对不起，宋娘子，师傅常说“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这次是我们目光短浅。 本来是想看看江婉丢脸的，没想到反而让他在过林公子的面前出了个大风头。宋娘子，若是方便的话，你能否和老夫探讨探讨唐中学的用法？我送你们四个字，请加练习。另外，我要跟着官差被流放了，你们还要继续跟吗？啊！全大夫跟小童两人正愣在了原地，他居然是个犯人！傻孩子。 被流放的不一定就是坏人，他许是被家人连累了呢。师傅说的有理。江晚跟宋九离下来的时候，宋大娘子已经收拾好了行李。怎么样了？没事了。江晚轻描淡写，也没提方才的糟心事儿。倒是宋九离忍不住绘声绘色的就说了一遍方才的事儿。大嫂可真厉害，走的时候那老大夫还追着她讨教问题呢。确实厉害。 恰在此时，林管家让我照顾廷玉哥哥吧。花姑娘，公子说不需要。江婉他们出发的时候，林廷玉还在养病。花小也是故意耗着等他。接下来，咱们要多小心一点。一次没成功，想必那些人还是会再找机会下手的。嗯，幸好咱们现在是单独开餐，至少能保证入口的东西是干净的。 总感觉接下来这一路啊，可能都不会太平了。如今除了陈家人，众人都是离他们远远的，生怕被连累了，隔得远些。江婉甚至还能够听见宋二娘子和那些人说的是唾沫直飞。哎，你们没瞧见呐？那天呐，他们就直冲着宋九渊呢，哎呦，吓得我，我腿都软了。可不是，幸好我离得远，刀剑可不长眼。 宋九渊面色发沉，咱们走自己的路，不要在意旁人的眼光。嗯。气氛有些沉闷，大家都没有说话。而江婉一路上都拿着他们不认识的药材在捣鼓着什么，大家也都是非常默契的，没有打扰他。摘了那么多的药材，江婉自然是不会浪费，他就背着一个在客栈里找人换的背篓，背篓里面都是草料。接下来的路程也不会太安生了，除了防身的东西啊。 他还得弄一些救命的玩意儿，大嫂需要我帮忙吗？这些东西你弄不好，我自己来就行。等会儿你记得弄午饭，饭菜准备好的时候，正好弄完了手里的药丸子。大嫂，快吃！这姑娘如今厨艺见长，简单的东西也能做得有模有样了，不错。嗯、将碗快速吃完，又继续捣鼓手里的东西。宋九渊眸光好奇的就落在他素白的指尖上，有他在。 似乎流放这一路也没有那么难。哎呀，有些人呐，走哪儿都是祸害，扫不兴。他嘴真贱，大嫂，我能怼他吗？尽管怼，我给你撑腰。宋老二，能不能管管你媳妇儿？满嘴喷粪，吵得人脑仁疼。当晚震惊的抬眸，万万没想到呀！宋九黎画风突变，之前那个娇娇软,软软的大小姐，这会儿彪悍嚣张,张，还大嗓门。咱们现在自身难保，你多那个嘴干什么？ 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呀？我就是瞧不得你老相好过得安生。你什么意思？给我说清楚。我说错什么了？啊？你和大哥成亲之前，难道跟我们家老二什么都没有啊？就是什么都没有。这该死的婆娘，摆明了要败坏我的名声啊！你少污蔑我娘！我娘和爹爹是真爱，她从来都没有对不起过我爹。你再说一句试试。她就是犯贱。 好了，伤疤忘了疼的，明明搞不过他们，还总是想着让宋大娘子不好过。可是吧，真正要动起手来的时候，宋二娘子又怂了。嗯、我杀了你，我杀了你，你陪我三儿。忽然，一直呆呆愣愣的坐在那里的宋老夫人疯癫的朝着江婉他们扑过来。江婉的眼眸一冷，可不管他是不是老人，直接一脚就把他给踢飞了。 呃呃呃，香、呃、婉那一脚的力道可不小，本来有半分清醒装傻的宋老夫人，这脑子一摔，这下真疯了。娘，呃呃，我杀了你们，杀了你们，替我三儿报仇。娘，我是老二啊。哎、呃，娘娘，你看清楚了，这是你儿子呀。哎、呃，我儿子死了，他死了。成儿。 老三家的，快过来帮忙！先控制住娘。好。她怕是得了失心疯了。婉婉，她刚才没伤着你吧？没有。受伤的怕是老婆子吧？她看得清清楚楚的，自己这一想，把对方的装疯卖傻给变成了真疯魔。老宋家人费尽了是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宋老夫人给控制住了。 瞧着宋老夫人那疯疯癫癫的开始刨土，宋老二眼里的杀意一闪而过。呃，官爷，我娘病了，若是路过下一个城镇，能否替我娘找个大夫啊？我们可没有闲工夫特意给你找大夫，看他的命能遇上是福气。还有，你们给我看着他，不许他做幺蛾子。要是耽搁咱们赶路，你们也别想好过。那拿着，让酒池给你擦擦。 你特地给我做的药，对啊，你这伤再不好起来，咱们能不能平安抵达蛮荒还是个未知数。晚点找个合适的机会，我替你施针，这样配合着能好得快一些。江婉一个人可保护不了这么一大家子人，最好还是让宋九渊自己好起来。谢谢，你给我擦。谢谢大嫂，我先带大哥去擦药。晚晚。 要不是有你在，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你放心，往后渊儿要是敢欺负你，我绝不饶他。娘，没人能欺负得了我。那也不能让你受委屈。他既然已经认定了江婉，就得护着他。还有我呢，嘿嘿，大嫂，往后我大哥要是敢看别的女人一眼，我帮你骂他。就他那个见着宋九渊跟猫见着老鼠的模样。 哼，他要是敢骂宋九渊，才怪了。宋九吃上药很快，又背着宋九渊回来了。休整了几些，他们继续赶路。中途，江晚遇见了一对推着板车在山里砍柴的父子，他用五两银子买下他们的板车。稍后，他们将宋九渊放在了板车上，行李也放在了板车上，这样宋九池就可以直接推着板车走了。大嫂。 宋老二眼说的望着板车，你看呐、啊，咱娘现在情况不好，要不让她也坐板车上？你放心，我不会让九池一个人推的，我来帮忙。东西不是我的，我做不了主。江婉呐、啊，你既然已嫁入我宋家，那就是我宋家人。你祖母都病成这个模样，你真的忍心让她一路受苦？ 就算我现在是宋家人，那该孝顺的也是娘，这祖母又不是亲的。江婉<完>，宋老二举起手，想要揍江晚，孰料江一个过肩摔，直接把宋老二就掀飞了。我脾气不好，少来招我，不然我打断你的腿。动作是莫名的飒爽，看得众人都一愣一愣的。宋九渊的眼底浮现出了一抹笑意，而宋九池则是满脸崇拜。大嫂，你好厉害啊！ 你刚才那个动作好霸气，英姿飒爽，可以教我吗？以后有时间再说吧。要不是因为有官差压着，不废了宋老二一双腿，他就不姓江。不过嘛，江晚他聪明啊，刚才过肩摔的时候，在宋老二的身上穴位摁了摁，所以接下来的路程呢，他就会浑身都疼的，但是找不到原因。哼，敢招惹他，就该承受后果。相公。 想骂江婉来着，回头我们我们也买个板车。沈谦没了之后，宋娇娇给的东西也丢了，这会儿他们一家子人身无分文的，哪儿还买得起板车？傻愣着干什么？继续走啊！这些人呢，都是好了伤疤就忘了疼的，今天教训一顿，也许能够管个好几天的，但是后续为了吃的用的呀，指不定还舔着脸皮来呢。 他也就当是流放路上找个乐子，时不时揍一顿也挺好的呀。哦哦，哦推着板车就继续赶路。有了板车以后，他也就轻松了不少。因为宋九黎还有江婉时不时的也会帮忙推一把。不过大多数时候，江婉是在采摘沿途的野菜还有草药这些吧。宋九黎都不会的，但他现在啊老实了，会跟着江婉学。 江婉让他往东，他是绝不敢往西；江婉让他打水，他绝不蒙走了一路，终于迎到晚上了。江婉还惦记着空间里种子还没种下呢，所以今天晚上草草的洗漱过后，他就躺在了板车上补觉。等他睡了一觉醒来，众人都已经渐渐睡过去了，然后轻手轻脚的离开队伍。风儿躲在一棵大树后面，就进了空间。只是一进空间，他就傻眼了。 因为他昨天晚上种下的果树啊，都长了好高的一情，甚至有一些还挂着花朵，也或者是果子嘞。小精灵，这怎么回事啊？空间的时速和外界不一样，一比一百，外界一天等于空间的三个月零十天。那我如果种蔬菜的话，岂不是当天种当天就能吃？小精灵给了肯定的回答，并且告诉他，只要他不摘取果实。 那些东西啊，就会一直保持成熟的模样，不会腐烂的，甚至还会学会了用意念控制着种植。他划分出了一块区域，专门用来种蔬菜的。另外呢，还划分了玉米地、小麦地、红薯地和水稻田。之前打猎的时候，他丢进空间的活物还活着呢，被江晚用一处篱笆圈着。等他有时间了，还得整一点什么鸡鸭鱼猪牛羊进来的。 这样呢，他以后什么时候想吃了，空间都可以自给自足了。不过他的精力有限，种完了蔬菜还有小麦，累的是连手指头都不想动了呀。喝了一口灵泉水补充体力，江婉就飞快地从空间里出来，借着月色悄悄地回到部队。江婉含笑躺在板车上就睡过去了。婉婉，早饭快好了，你快起来。嗯，好。 起身跑到旁边的小溪边洗漱，瞧着这清澈的水里有拇指大的鱼儿在缓缓地游着，姜婉的眼眸微微一亮，手放进水里面没动，等鱼儿游过来的时候，却被她悄悄地收进了空间。姜婉满足地擦了擦脸，起身，等有时间了，她得做一点护肤品。没有女人不爱美的，其实她空间收的库房里有，但是她用不习惯古代版的护肤品。大嫂，快吃，好。 江婉三两口的解决掉，一路上眼底都是带着笑意的，弄得其他人不明所以的。江婉在发觉空间的李子成熟之后，悄悄找一个借口小解，回来的时候衣服兜里面一把红艳艳的小果子，运气好摘了点果子。娘，你快尝尝。江婉他们本就在队伍的最后面了，所以将果子递给了宋大娘子。前头注意到的人也少，你也吃。 等江婉把果子分给大家了，自己咬了一口以后，眼眸微微瞪大了。天哪，我后悔了！刚才我就应该尝一口再决定要不要拿出来的。这是李子吗？李子不是酸涩的吗？为什么这个李子酸酸甜甜的，超级好吃，比我以前吃过的任何李子都要好吃？不愧是空间出品，必属精品。甚至江婉还感受到了李子有一种莫名的灵气涌入体内。 异能都增强了几分，他下意识的就看向了宋九渊，果然就发现他眼底飞快的划过了一抹诧异。天哪，好好吃啊！大嫂，你是哪里摘的？我要不再去摘一些。算了，等会跟不上队伍，小心挨打。那，你和婉婉一人一个。江婉看向宋九黎，等待他的表现。如果说他这是个自私自利的，那江婉以后对他可不会这么好的。 娘，这是你的，怎么能给我？好在宋九离也没让他失望。我方才摘的时候还吃了一两个呢，你吃吧。他空间里面的几棵树上还挂满了果子呢。就在他跟宋九离说说笑笑的时候，马车哒哒哒的声音就传来，还伴随着马匹奔跑的声音。江婉跟宋九渊几乎是下意识的就绷紧了身子，两个人直勾勾的盯着后方，甚至江婉还从空间里拿出了匕首。 袖子下，他另外的一只手却紧紧捏,捏着一把刀斧。不过他很快就放松下来了，因为他瞧见林管家熟悉的身影，看来是林廷玉他们追了过来。果然没一会儿，马车就停在了江婉面前。宋娘子，好巧啊！这哪里是巧啊，分明就是你使劲追上来的。林公子的身体虚弱，理应好好休息。林廷玉和他们不一样啊。 宋九渊的身体一直都没有恢复，但是因为被流放的人又不得不赶路。可是林庭玉是自由的，他完全可以留下来休息一段时日再走的。停，林公子，你瞧宋娘子也是这么说的，你确实该多休息。他出声，江晚才发现这货居然还厚着脸皮跟过来了。即便呢林庭玉已经跟他划清界限了，可是花小不想放弃。 虽然林廷玉不愿意和他同行，但他起码自己跟上，他总不能干涉吧？我没事。林庭玉并没有看花小，心里烦闷。他是第一次这么讨厌一个女子。林管家无奈地叹了一口气：“公子哪里是没事啊？分明是不想让宋娘子知道他有事儿。”你若是再任性，我便白白替你失针了。我在马车上躺着，也不会乱动。林庭玉坚持。 江婉也是懒得管别人的事儿，只是他们就不远不近的跟着，就连神帮都不好管。你给他施针了？昨晚太累了，我今晚给你施针。昨天晚上吧，他急着去空间里种植东西，是真的忘记了答应宋九渊的事了。左右他这身子吧，也不会好那么快，少一日也不碍着什么的。今夜是在荒废又破旧的一处宅子过夜的，但是总归比睡在野外要好一些吧。房间不少。 江婉还有陈家人就住在一间房屋。让他没想到的是，林庭玉他们居然也没有继续赶路，也是停留在了此处休息。花小这一路追着林庭玉，自然是不愿意离开。既然已经两清了，江婉也没有管他们的事儿，而是从背篓里面拿出了一小把绿油油的蔬菜，然后又拿了一只野兔出来，看得宋九黎一愣一愣的。大嫂，这菜你什么时候摘的？我怎么不知道？ 你也不是一直跟在我身边，江婉只是交代他做完饭，不想解释太多。我给你施针，好。宋九渊甚至都没问江婉，这个银针是哪里来的，他渐渐的就发现了江婉有不想说的秘密。既然他不想，那他也全当不知道。宋九池跟宋大娘子用破旧的帘子遮挡住了宋九渊还有江婉。宋九渊就躺在了宋大娘子清理过的榻上。 而江婉则是拿着银针在消毒，还愣着干什么？脱衣服呀！他被打的最严重的就是下半身了，所以这也是他要重点关注的部分。你给林庭玉也是这样是针的？一想到林庭玉在江婉面前脱了衣服，宋九渊的心里边就非常的郁闷。自然，你放心，大夫眼里只有病人。想到宋九渊的腿脚不方便，于是他直接上手帮忙。江婉。 你可是女子，她有些气恼。虽然在山洞的时候吧，她已经给自己上过药了，可是即便这样，她还是觉得有些羞愤。我是大夫，宋九渊，别乱动。不得不说，宋九渊的身材呀、啊、非常好，毕竟是常年征战的人，武功也不低，所以拥有着非常好看的腹肌。不过将来也没时间看这些，而是冷静的开始下针。 好在大部分伤口都已经结痂了，这也方便了他。实在是他伤得太深了，以前的伤口都在流血，他只能是外用药。如今呢，外伤好的差不多了，他的针灸再配上内用药，宋九渊应该很快就能恢复的。这里有知觉吗？宋九渊咬着牙，其实很痛的，但他不想让屋子里其他人都感知到他的脆弱。有就好，你再坚持坚持，很快就能恢复。 宋九渊闷哼了一声，闭上眼眸，别开脸，隐藏着自己的脆弱。江晚明白他那所谓的自尊心，也没说话，一时在空间药房里拿出了早就做好的那副药丸子。一刻钟之后拔针，江晚行云流水的动作让宋九渊又忍不住的陷入沉思了。他、啊、真的是尚书府那个无才无德的江晚吗？ 原来是江婉用指腹沾着药膏，在他腿上涂抹着。这段时间你切莫乱用内力，不然会影响恢复。嗯，好。宋九渊应象暗自感受身体里渐渐恢复的内力，看向江婉的眸光也是愈发的复杂。早在内卫打他板子的时候，宋九渊就知道那个木板子像是抹了药的，虽然不知道是什么药。 但是随着血肉沁入身体之后，宋九渊就发现了自己如同一个废人一般，再也感受不到自己的内力了。不然上次他也不会眼睁睁的看着自己跟江婉掉入悬崖。他怕家人知道了担心，也从来都没有说过。可是江婉居然知道，这药丸子得配合着吃，你自己收好，每日饭后吃一粒。谢谢你，江婉。行了，可别矫情。 说完，他掀开帘子出去，对宋九池说：“你去给你哥整理一下。”大哥，你别乱剁，我来帮你。大嫂，快过来吃晚饭。好，娘，你可别这么偏爱我，咱们大家吃一样多的就行。那可不行，你既要找吃的，又要给渊儿治身体，消耗最大，必须得好好补补身体。对啊对啊，大嫂，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那我胃口也不大，吃不了这么多。 分拨了一些肉，还有饭过去陈娘子，我吃不了那么多肉，这些你和文浩帮我吃掉，好不好？谢谢你，宋娘子。不用谢。江婉笑着回去的时候，宋九渊也已经出来了。他对着他感激地笑了笑。江婉没所谓，淡定自若地吃着自己的东西。而陈娘子咬了一口肉，咽下去就觉得肚子里暖洋洋的。她只以为是这肉补身体呢，并不知道。 江婉刚才过来的时候，悄悄地在碗里面加了一点灵泉水。相公，你跟文浩也吃一块儿呗。既然你决定将孩子留下，那就要先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相公，你是答应我留下孩子了吗？你想留下，那就留下吧。嗯，好。天边露出霞光，就在江婉打算叫宋九离他们起床的时候。 一道尖叫声破空而出，“哎呀，好痛啊！”那道声音还很熟悉，是宋老二。他们就住隔壁，听着对方这痛苦的哀嚎，姜婉的唇角微微上扬。药效上来喽，宋老二，你准备好了吗？一声声凄厉的哀嚎声传进了大家的耳朵里，刚起床的众人都被宋老二给吸引了注意力。莫非宋老二现在的痛苦？ 和他有关，若当真如此，到底是我不够了解他。宋九池嗤了一声，说不定想要耍什么花招，好跑路呢。他怎么鬼哭狼嚎的，吵着官爷得来揍他。宋九离无法理解宋老二这脑回路，掰开了红薯咬了一口，甜滋滋的，嗯，真好吃啊。这个是空间里产出的红薯，果然吃到嘴里面满口的生香。我怎么觉得今天的红薯特别好吃啊？ 确实，你们想多了。我看就是宋老二倒霉，你们心里高兴就觉得红薯都好吃了吧？是这个理儿，这红薯确实比平日里的好吃。说话间，他们就听到官爷到了隔壁，宋老二被噼里啪啦一顿暴打。宋二娘子跪求官爷给宋老二找个大夫，最后的结果呢，就是不了了之。等江晚他们收拾好了，去院子里整顿出发的时候。 老宋家众人才搀扶着宋老二走了出来。短时间里，他们一家疯的疯，惨的惨，还真是引人唏嘘啊！你们这是怎么了？花小温温柔柔的，宋二娘子眼珠子一转，难过的说：“我相公今早起来，浑身都疼，哎，就是找不到伤口。我怀疑他病了，病了，是找不到疼痛的原因吗？找不到啊，就是浑身疼，姑娘。” 我知道你是好人，你能不能帮帮我们呀？啊，你有马，可以帮我们去找个大夫吗？小小花爹急忙拽了拽花小袖子，他其实不是很明白闺女为什么一定要跟着这些流放的人。感受到那边官爷时不时投过来的视线，花爹这心里有些发虚啊，希望闺女不要多管闲事儿啊。唉、啊，我对此地也不熟悉，怕是很难找到大夫。对了。 之前宋娘子还给林公子看过病，他就是大夫呀。